人讲血超级多的。但补一下血好了，先补个血。没有，他每个地方的敏感度不一样。然后如果说平常的话，有的地方一击必杀。如果他有露出的话，那个就一击必杀。刚漏掉了，那是我要打的，是我要打的。刚刚那只黑田是我要打的。啊，没有打到黑田。黑田真的很快，黑田就真的很难打。黑田出场都是 一瞬间的。还会不会再出来一次？好像不会了。哦，对，老师没有敏感点。哦，是敏感点，好像打到破防才会出来的样子，反正是要先轰一段时间才会把它轰开来。昇天させて先を急ぎましょう。那又是广告。欸，这款还蛮好玩的啦，就是那个横向射击游戏，也还蛮有趣的。没到，没射到。哎呀，我要射他。老江湖是什么了？西海到底在哪里啊？西海应该还再出现一次吧？不是有那么少吗？都是。我怕我不小心失手就把他射死了。可是主角是男的啊，不对吧？不可能是女校，主角是男的、啊，就不可能是女校。还是我把木户美玲射到三星好了。班长，这次数有够多的，其实是男校是吧？不要这样好吗？很可怕的。Tell me.
那那只是谁啊？瞬间要跑掉了。赏他一发好了。打他两星，我就顺便看能不能把他打到三星。其实他脸加的比较多。这只我记得是射脸吧。哎，啊，裤子上是不是有小熊啊？真的有小熊哎、欸！被挡住了。好热哦，奇怪。我不是已经把冷气打开了吗？怎么那么热啊？快过关了！我时光女装山脉干什么？你们有什么毛病没有？我开了还是说小时候的回忆你还记得多少而已，我们就说都记得。BOSS 战。またなの？世界的恋人，我超强。
我手很酸，已经换手指了好吗？我一只手指已经有够酸的了。这很好笑，就说那个，所以说啊，放学后我在屋顶上等你，你可以来吗？然后第一个是说我知道了，第二个说嗯约好了，第三个说你的意思说要做这个喽？靠背，第三个选项怎么每次都那么那个，太可恶了，哎。好了，最后一关了。要啦，我不要加好感度，好感度爆低就没有真结局了，好吗？你们是吃饱撑的是吧？我当时第一次玩就随便乱选了。我的天，评价是 SS， 超越一光年的男人。有没有我要打那只？班长出现次数有够多的，烦不烦？Hello。好 ，from black。那七海到底在哪来的？他怎么都不再出现了？主要是公正超常出现的，找一下有没有我要的那一只，没有，没有就把大家全部射了吧。啊，有没有强迫推销吗？七辉打死了，靠腰啊！七辉，爬起来！我又不小心吓到你，都以为谁看到你是谁了？では先を急ぎましょう。不是他冲出来，我怎么当时来不及？我手按太快了。看最后一次还有没有机会？现在还有一次机会。可是我不知道，我记得有一个戴眼镜的，应该是委员长或是风纪股长。哎呀，泰森不太好认，他长得不是很特别。
这只我也蛮喜欢的，其实。五个血好了，反正这个能量条也用不到了，无所谓了。我喜欢这种赞，看起来就阴沉阴沉的。阴沉妹。费洛蒙，催泪瓦斯真的很猛，是啊，催泪瓦斯铁定会出马的。冰冻扣十，为什么？我记得已经这边快结束了，就看那个谁，看那个绿双绿马尾会不会再出来一次。庄老师，OK, come on, 对啊，第三个是 OK, come on。哎，干，他这只要两枪哦。啊靠，好像有点难呢。闪来的，糟糕！我重打一下好了，我有点忘记那个怎么打了。那个是要往左按住左右闪是不是？
从哪召唤一堆？我要去哪边召唤一堆有的没的东西？干，好快！哦，第二发好快，第二发挡不太到。再次就是。对啊，主人那张打不到哎、欸。我靠，第二张打不太到。射死你！啊，那从哪修钢？啊！失手，失手。我觉得我要GG嘞！啊！扣太多血了。刚最后一次失手失误了。我干！什么 dramatic murder 那什么东西啊？他巫女吗？四次就行。他的衣服没有露一下，绝对不是零落。管 ABG 啊，我到时候看看吧。你贴在我粉丝团好了。哎、欸，太慢了吗？靠腰。你可以的话贴到我粉丝团好了，不然我再……哦，靠腰。失误大了！这兵有本靠腰，敢拿那么多魄力，你妹的！没有，我只是要收他的资料而已。就是你要在同一轮内打一个妹子三次，就可以收到他的资料。这个就可以，就是他的那个资料就会齐全。其实这个要打蛮快的，这个。我不行，我手酸了，靠，好酸哦。哦，不行，没力了。
哦哟。算了算了算了，重打了重打了。哦，太酸了。不过我以前真的没打那么难的、啊。是两枪啊。不要再修钢了。可是我刚是有 miss 一次的、啊，问你手会酸啊。而且有的时候 PS 木中间自己是打两张吗？没有吧？有吗？刚中间也是打两张吗？没有，还是分开打的。射死！最好不要浪费我手的力气。啊！你这死拖地！下一次就搞定了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干王在立，王在立立什么旗哦？干不行！干超快！然后先对着他秒，他那个符咒一出来就要打才行。哦，干妈的神准王！哦，神准，打掉一堆狗屁魄力。OK 啦，搞定了，搞定了，要破关了，要破关了。俺の口頭だ、俺の瞳を見て，看看我的眼睛吧。カナメ、俺の瞳を見て。干嘛？怎么这个脸呢 ？Tenzo， 那个，お前の口頭好きなんだ，我喜欢你啊！你觉得我在骗你吗？好可爱啊，头上点点点。大概啦，不管说多少次，我要努力的说。你喜欢我吗 ，Tenzo？ 你喜欢我？骗人的吧？嘘，在こんなこと許かよ。我怎么会骗你的呢？